就是新鲜美味。这菜是很多种哦。嗯，对呀、啊。那常在那边吃吗？嗯，我都是外带。外带好。它的菜很新鲜，然后整理得很干净，然后油也很清香。价格也很平价吗？跟人家上架啊，这样景气又不是很好。那像50块卖多久了？卖几年时间？三十几年了吧？三十几年，一二十年而已。二十年而已。但是这我如果计算嘛，算俗的，啊，介也多。会啦，啊，就往嘴吃工钱，往做安尼。